啊，事不宜迟，说嚟迟啊！咁我哋开咗呢个 G G 先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因为通常你只开唔系就咁开咁简单啊。咁啊，有啲图俾翻大家睇翻个印象先。系呢个系动画图啊，跟住咧呢个咧就系、是、设计。發現係咪機師係冇出到，冇出到 G G G figure 係咪？係咪有扭蛋 ？G G 正係，我都覺得好好，成個嗰、那個設計咧係一個畫師啦，叫做呢、這個內田 Pulabo 啊嘅畫嘅，咁佢嗰啲畫咧就有啲偏向真人啦。咁佢即其實啲衫咧都係佢 design 嘅，你睇下有呢、這個就係出現過啦，係啦，出現過嘅衫啦，佢著過嗰啲衫都好靚，我覺得好 fashion， 係啦，佢畫咗好多唔同角度嘅樣啦。咁其實今日一間睇嘅 figure 咧，最主要都係睇佢個側面，因為佢嗰個側面咧，佢嗰個側面大家爭論好大，佢嗰個嘴嗰度好靚啊！佢畫嗰啲畫，哇！呢、這個好似老咗，跟住佢會畫係咪電影唔知咩內場特典嗰啲咧？佢畫到好真人，呢、這個又係啦。之后系啦，其实佢有画到 U C 嘅，通常咧嗰啲咩特点啊、成啊嗰啲都揾佢画啦，好美式风格嗰啲咁样，但系你又觉得又美式唔晒。跟住佢其实除咗画高达之外啦，又画到 Death Stranding 嘅叫宣传海报啦，都系佢画嘅。Phantom Pain 以前我都有隻 GGG 嗰隻超高達癲女人卡迪珍啊，卡迪珍啊嗰個金毛咧，跟住嗰個心口嗰、那個，跟住佢畫小島，好靚啊！佢畫俾佢，跟住仲有呢、這個係好似係三個字，佢嗰啲用色。诸葛亮去咪 party， 然之后佢都会画翻啲平时嗰啲普通嘢啦，啲普通嘢好似幅相，好劲。所以咧，其实佢嗰啲画咧系咩啊？人手油画嚟嘅。一啲另类嘅。二次元的发挥啦，咁呢个全部都是佢作品同埋佢 design 嘅 G G 正，个盒就咁样，好细嘅 G G G 嗰啲盒，侧边呢幅呢啲啊，商品欺诈，系佢永远咧，从来用嚟用去都系。对呢幅相冇特别急，系好而家开啊！啊，佢盒底都话俾你听，你开紧啲咩？系啦，好啊 ，Sister 哈出动。咁咧，通常佢嗰啲 G G G 系列嗰啲，通常就一个一整个完整嘅 figure 啦，所以咧冇乜特别嘅。一打开，跟住就吸落个台座嗰度咧，就已经搞掂咗。最重要都系对眼印得好唔好啊？佢今次我觉得佢呢个眼系 OK 嘅，但系衰在嗰个嘴嗰个表现啊。好 ，Sister High 嘅样位，睇嗰个台座先。那个台座就系呢、這个，佢嗰、那个咩啊？佢嗰个耳环咁样嗰、那个类似嘅粉红色。嘅一个台座啦，中间系透明嘅，透明
跟住射住闪光，开守卫，透明透明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跟住咧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哇！系啦，所以咧，其实系佢嗰个那只眼咧，印得冇问题。个样就系咁样，系咪觉得只眼冇问题？但系佢一佢嗰个下巴嗰度咧，嗰度恶恶多咗出嚟，似惨死人，冇完美嘅呢个系列。佢点解会咁样咧？因为佢嗰、那个佢嗰个嘴咧呢度啊呢、這个位咧。佢嗰度做咗系突咗出嚟嘅，都少少啦。咁其实佢应该系想表现佢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有啲厚嘅下唇啦。但系个问题系佢冇上到色，佢就咁咁样呢度呢个位，佢就咁咁样，跟住嗰个唇咧又好鲜艳啦，抢晒佢，变咗咧好似下边个下巴谷起咗一嚿咁样。佢就系讲佢同佢个圆形，即系彩色嗰个圆形出嚟咧，就一样样嘅。真系用爱发电系嘛？侧面可以，正面出事，我系兜个圈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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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过啲真系忽感，冇人叫你正面望佢，佢都系侧面望住你，所以你应该要侧面望翻佢。即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用爱发电，所以不用整到那么漂亮，是不是？他的头发是即是有金星，跟着有少少珍珠底这样，所以就做到这个少少地反光这样。他那个耳环也挺漂亮，耳环呢切住切住在头发那里，竟然切住一片切住。最多的人看看哪个角度最美，这个这样侧面也挺漂亮，这个正侧面，不得我不得用爱发电。长样，我不想说那隻字长样啊。去研究一下。跟住你看你看不见个样子，哇几靓。半眼好。真系衰在个嘴，唉，下半啦，面嘅下半部真系衰在嗰度。好啦，呢啲啦，唉，又系啲普通嘅，你睇下个蝴蝶结都吓。我想佢出埋其他泳衣啊，剩啊，跟住之后唔该佢改好个样，即系佢即系希望佢出埋其他嘅顺势改好个样。比较好在咧，就系佢嗰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胚咧系有啲半透明嘅，比较好在呢样嘢啦。咁啊，但系好好飘逸咁样啦，偷窥背脊。撞到啲色嘅人喺度毒呢个位置。
側邊呢個咯，呢個開窿位係咁俾人篤，然之後條裙啦。呢件袍嗰个 design 都好特别，好靓。佢好啊，石头哥嗰个都整埋出嚟，好少开咧，好精细，整呢个位一啲怪核突嘅，即够真啊！几简洁，睇个全相啦，嚟个全相啦。嗱，远睇哗啦啦啦 ，of course。近睇揾阿妈，叫阿妈，系咪？本性烫就系缺乏资金啊，所以大家就咁样用个气势支持下得未？评价有咩评价？大家除咗用爱发电，仲有冇有咩评价？个胶买唔买？哇，几长！哎呀，我知啊，漏咗一样嘢未睇。嗱，漏咗一样好紧要嘅嘢未睇。你知啊，着裙啊嘛，咁佢都特登整咗个透明嘅台座啊。佢几用心，特登整个透明嘅台座都可以俾你咁样见到，有少少朦胧味。好，我哋而家高清下，研究下。哦，佢咧嗰个卷啊，佢原来佢好，佢好咩啊？好有啲保守系咪？即系开头啦，我唔知啦，以为佢系即系着得。你见到啦，着得比较会有啲性感内裤咁样啦，但系佢着呢个内裤又几得意喎，佢系即系一条普通嗰啲，但系有个好大个花边咧，好似人哋嗰啲着嗰啲咩啊南瓜裤嗰啲咧，咁啊，可能始终都系细路女啦，系啦，靓噶嗱对脚靓噶，佢个。即大髀同小腿都有肉啦，又唔系一支嘢咁样啦，靓嘅。我大家睇咗啲最重要嘅嘢，佢成个 figure 嘅价值就系咁样咯，即系个 figure 嘅价值系啦。点解大家要买 figure？ 因为咧就要呢、這个350度再加360度。你可以720度成个咁样睇，咁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佢着啲乜嘢，系咪先？呢、這个就系点解要买 figure， 等你可以唔使喺度幻想下喺真实存在到底佢系点啊？讲埋啦，虽然头先漏讲咗嗰个头发，佢咁样即系。叫咩啊？珍珠色有啲黄色咁样涂装啦，但系个头发系透明嘅，透明嘅个头发，所以就即系叫做有少少有啲即系点解个头发咁靓？佢嗰、那个你喺个灯之下都觉得佢好似好通透咁样咧，就是、因为佢系用一个透明，跟住再上翻个色。而家好多头发都系咁样做啊，好耐都冇嗰啲实色嗰啲啊。诶，望翻呢边，咁啦，系啦。所以我觉得，与其即系撇除个样，系啦，咁啊，其他嘢都 OK 嘅。好想帮佢整容，我好想帮佢整容，争啲啲咧，真系可惜啊！我觉得，唉。
就係咁。